Hi everyone,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禁师的这个环节。在这个节目里边呢，我们会分享，还有分享灵性的智慧。那接着呢，我们会进入5分钟的这一个禁师，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开始我们的分享。 Experiencing inner silence. 体验内在的平静. If we do not know how to be silent, 若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样的平静, 那就会感到非常困难, 以至于我们的这个行动能够更有意义和更有创意. 若是我们不懂得体验内在的平静, 那我们就会成为我们行动当中的傀儡. 而这个生活当中的每个行动呢，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压抑，然后感觉到生活已是孤乏无味。只有透过寂静，能够给予心师这个氧气。那在一天当中呢，我们会停顿下来去喝一点饮料等等。 但是如果说让心师也平静下来一下，也平静，然后也是很好的，先从现状抽离，然后以不同的角度去看每样东西。我现在 从我的周围当中的这个责任，以及我一整天当中的行动抽离。当这一刻我学会抽离的时候呢，我感觉到自己是完全静止的，我能够开始去观察。当我观察的时候呢，我可以看到这个事情的真相。 我会有另外一种角度去看事情，就像一个蝴蝶一样。所以蝴蝶只看在眼前的一切，所以蝴蝶呢，它在飞翔的时候呢，它只看前面朝着它的方向飞翔。但是鸟儿呢？ 当他飞翔的时候呢，他也许飞得越高的时候呢，他能够看到事情的更大的这个真相。所以，当我们有这个事情的真相的时候呢，我们就懂得怎么样的朝向的一个目标。以同样的方式，如果 我能够进入我内在的寂静中，然后保持肃静，成为一个观察者，那么我就可以像鸟儿跟蝴蝶一样看到事情的真相。那换句话说，我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一切。所以，当我很清晰看到一切的时候，我自然会保持平静。所以，当心师是平静， 心师是清晰的，那么我就从平静中再进入行动，那么我就会做出一个很好的决定，而不是花费时间的在兜兜转转，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直这样子重蹈覆辙了。平静 能够让我找到这个解决方案，所以在我生活中的每一刻，能够为我找到解决的方案，这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我只需要关注，让自己的心识获得这个氧气。有了这个氧气，生命
就能够开始盛放。So as I value silence, 当我对自己的这个平静的时刻付出价值的时候呢，那么我会变得经济实惠，会好好善用我的心绪的能量。Right, greetings of peace and. 所以来自 Brahmakumaris 的祝福。那欢迎大家，现在非常高兴大家能够参与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会有这位医师的这个分享。在这里有一项通知呢，就是待会说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或者有什么提问的话呢，你可以把在打它打，就是把它打在格子上。然后在这里呢，有几项语言的这一个翻译。如果你们听中文的话，就选中文听中文翻译。那在当中呢，还有这个面子书，还有 YouTube 的这些观众也会发问。所以在这个 Zoom 里边呢，我们的这个人数，但一旦超越了300个呢，就无法再融入任何人了。所以今天的这一个主题呢，会是一种分享与访谈的方式，就是如何平静面对生与死的心灵指南。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到邀请到这个讲师，所以今天这位 Dr. Roger Goh， 我们高兴能够跟 Doctor 在一起。所以 Dr. Roger 呢会分享他的那个就是分享他的体验。当然在过程当中呢， Dr. Roger 会分享，然后就会有一个访谈的环节，另外呢就是有提问的环节。那今天的这个主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那每个人都会很平静的生活，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提到这个离去的时候呢，就是生与死，特别是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甚至的有些人的文化都不想提到这个生与死的问题。那 Dr. Roger Goh 呢，他是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的。所以现在呢，那 Doctor 呢，他是一个肿瘤学家，还有他是姑息治疗医师，特别是呢，他一直在30年里面呢，一直照顾这些绝症的患者。所以在1990年到2010年呢。Doctor 呢，身为副教授和姑息治疗主任，他在冥想和灵性方面的个人和专业的经验。那他有了三本出版的书，包括国际畅销书，就是《爱的使命》。所以他其实是这位主持人的其中一本最爱的书本。所以 Roger Goh, Dr. Roger Goh 曾经在2005年来过马来西亚。所以这个是关于 Dr. Roger 的介绍。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 Dr. Roger， 然后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心路历程。Thank you, Vivian. Yes, lovely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 remember our first meeting in 2005 very well. 谢谢 Brahmini 主持人。在2015年 ，Dr. Roger 来过马来西亚。And hello to everybody there in Malaysia and the other countries that are joining us. 所以他欢迎来自马来西亚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这一个参与者。So yes, I've worked in Australia as a palliative care specialist. 所以他Dr. Roger 呢，他是呼吸治疗师，在奥地利亚。那他的这个愿望呢，他会从事这个任务呢，是来自于他过去的一些经验跟体验。就是说他想带着这种使命，就是人类呢，当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病患，他们需要很多的关怀。所以当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好医师的时候，你要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善解人意的人。所以医师呢 Dr. 分享说，他在这个领域当中呢，他除了说要对别人非常关怀以外呢，他是关系到生与死的这个部分。然后特别是人类还有个人等等的在生活当中有这些一系列的这种体验，然后就是说他们在生活当中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危机的时候呢，他们是如何面对自己的悲伤和失落感。当然当一个人当面临死亡的时候呢，内在其实是有很多恐惧感的，因为我们想说应该是要离开这个身体等等了，感觉到非常害怕。所以在这里今天 Dr. Roger 会从他个人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所以在这里呢，他以大家心灵心对话。首先他必须得承认说，当一个人他们经历了这个失落的时候，或者失去某个人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如何的。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期间，绝大多数的人呢，他们应该是有遇到这些他们熟悉的人或者是朋友呢，有在这个疫情里边当中已经离开了。不管是在其他的就是疾病的危机，或者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Dr. Roger 呢深感歉意。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危机的时候呢，我们会突然之间呢感到非常惊讶。所以特别是说当我们遇到这些创伤，我们遇到这些创伤和震惊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恢复自己。那悲伤呢跟失落呢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很熟悉的，那就是当一个人死去的话，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些情绪。那也是非常挑战非常痛苦的这个人生的体验，每个人都必须要体验它的。What happened before the grief and loss took place. So trauma in our lives. 那好，另外就是我们的创伤。创伤呢？ Difficult for us to deal with being out of control. 创伤有些时候呢，我们是失去控制了，我们没有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特别是生与死这个部分呢，我们得面对这样的一个创伤。Why this is happening now,
然后甚至在这种创伤的这个阶段当中，我们都会有这种情绪，觉得说自己很愤怒，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可能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不承认，不敢面对这个事实已经发生了。然后另外呢，这个是不是事实，我们必须要去包容容忍这些事情。但有些时候呢，当人家觉得说这个创伤，他们感觉他们不敢面对这个事实，但实际上它已经发生了。然后人们会体验到很多的这个焦虑、忧郁，特别是忧郁。然后我们开始失控了。然后那个失控呢，就是来自于他们对这个他们也是失去了这个依靠。因为当失去依靠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脆弱、软弱。然后内在呢，我们就有这种软弱的这个情感。有些时候呢，我们会遇到说身体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的身体会经历这个整个过程，我们会越来越弱身体，然后身体是健康上的挑战。所以对一个人的来说呢，对一个人来说，这个是很困难能够要去调节的这个时段。所以特别是我们当时我们失控的时候，对于这些创伤我们开始失控了，这个是非常难应对的。所以当然在这个整个分享的过程， Brother Dr. Roger 也会分享他自己本身的体验。比方说在生活中你被诊断有一些癌症的问题，诊断有了这个绝症或者是癌症，那么它仿佛看起来呢，就是当你有这个癌症的这个诊断，被诊断有癌症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然后那个感觉呢，是有些人呢，当他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觉得生活已经瓦解了。他们已经开始，他们开始要在适应这个变迁，这个改变。所以呢，你必须得就是要别人跟随别人的这个方法或者是方向，然后你必须要听从别人的指示等等。所以当面临这个结症的这些人呢，他们要开始去包容，还是去顺应很多事情，多方面的事情。那你必须让自己呢就是走向这个方向，能够转换你的这个能量，然后再来呢，就是要你自己知道自己的目标方向在哪里。所以基本上呢，他们会觉得说自己是非常弱的，然后没有太多的能量。然后既然是没有能量的话呢，他们就不能够专注在那个当下。所以当没有那个专注力的话呢，他们就无法在他们生活做出些改变，是一直感就是陷入那种脆弱的这一种情景。所以呢，当在这个就是遇到这个有诊断绝症的，其实那个情绪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过程。
所以他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们尝试在对抗或者尝试在抗战，就是抗癌等等。所以他们会尝试做了很多这个另类疗法的方式，找寻其他的疗法的，找寻其他的疗法，以至于不想说要面对这个死亡这件事情。所以以至于这样子的方式呢，他们能够保持对生命的希望。所以其实一个积极的这个态度呢，必须要培养出这个积极的态度，以至于我们能够顺应这些系列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可能会当中会想说，我不再有多少时间了。然后他们可能想说，这个生活当下呢，他们必须要怎么样的去活出那个这个活出这个希望。然后在当中是需要去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放下过去的一切。所以当你接受的时候呢，它就是能够让你释怀，然后去接受当下已经发生的这个事实，就是不管在自己的身上在或在别人的身上去接受这个事实。所以那个去接受的那个阶段是以积极的方式去看待的。所以有些人不太喜欢这种感觉，说去接受即代表说我已经承认我有这个病了。It's tricky if you're a friend or a support person to somebody who's going through a change of life that involves dying of a disease or an illness, and especially where that's known to be in an active phase or starting to take place, because you don't always know what to say or what to do or how to respond to that person.They're still the same person as they were before. 其实当我们遇到一个人呢，或者遇到一个朋友，当他们面对这个癌症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同样的人，只是我们有些时候不懂得怎么样应对他们，不懂怎么样跟他们交谈。其实当我有了癌症的时候呢，我也是像以往的那个我一样，如果我有这个并发症，也是我跟以往的一模一样的，只是说在生活当中有稍微有个变动而已，就是我得了癌症，就是这样子而已。That I love to be with and that I enjoyed the company of are avoiding me because they're afraid of their own feelings when they're around me. And so you need to tune your own feelings out a little bit. 你必须从你的这个情感中脱颖而出。Remember that they're dying rather than you're their best friend. So if you stay similar to how you were before in your relationship to that person, you're actually 当你是确诊就是有这个癌症的时候呢。And if you're better than that, you sat quietly with yourself and become comfortable and more peaceful. 然后你可以跟自己独处，然后能够自己独处，然后能够保持那种平静。
然后就去创造这一个所谓的稳定或者是冷静的这个心情，因为他就是平静，就是你最好的一个朋友跟陪伴了。Reinforcing the fact that you're dying, that I'm doing that. So I don't want to reinforce the fear and anxiety of that person by changing my approach, by changing who I am to them. If you can stay who you are in the relationship, you'll be a great gift to that person. One thing to be aware of as well, especially for such a beautiful group of spiritually minded people, such as are tuned in here today, is that people's beliefs and faith and spirituality is failing them when they're in a state of anxiety and distress and despair and suffering. And they're not able to hold on to anything that seems to make a difference to that kind of experience they're stuck in. So be very careful about the way you use spiritual knowledge either to judge people or to advise them. Because you're like 90% of the time get it wrong or feel like you just missed a little bit, it didn't work out. If you're more prepared to listen to where they're at, where they're coming from, you're more likely to tune into certain parts of their experience that you feel you can maybe be more helpful with just by.所以当你们开始但是聆听一个患者的时候呢，那我们有提供这个空间能够就是听他们的心情，倾听他们的心声，然后能够跟他们交谈，然后让他们能够就是释放他们的这个情绪，释放他们内在的苦楚，然后给予他们这个空间能够让你们将他们投诉或者是把它发泄出来，或者是释放他们的心情。Cancer nutrition or whatever it is. 所以当你曾有这样一个灵性的这一个人格的话呢，但是就是好比他一个朋友呢，就是能够带三本书去找他，然后慰问他。但是我们这个灵性方面的呢，能够直接给别人提供的这个慰问或者是这个扶持，他们要什么，他们的这个反应是什么，他们有怎么样的帮助到自己。要记得说，当人家在面临这个创伤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给他们分享一些经验或者是体验，一些积极的体验，然后那个体验呢，能够为了他们释放，帮助他们释放内心的焦虑跟紧张。如果一个人你在听的时候，他们不想分享的话呢，你就不需要去刻意的让他们去分享他内心的事情。那你也是能够让对方释怀的话，也是能够让对方自在的话呢，或者是你能够给他更大的力量呢，那个是最大的帮助了，最有价值的帮助了。那他们就会自行调整自己。当然在这个当中呢，必须要这个自我的这个接受跟自我的尊重。Sorry to interrupt, but could you just slow down a bit because the translators wants a little more slow. Yeah, okay. Bit slower so that they can... 他讲得太快了，所以现在 OK, 好，谢谢。所以当我们给别人提供那个空间，让他们能够能够让他们释放他内心的这个苦楚的时候，当有些人当中呢，他们是不想分享他们内心世界的痛苦，但是我们是一定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但是我们为就是让他们能够释放他们内心的这个创伤的话呢，是为了减轻他们这段期间的这种创伤 trauma。所以，当我们提供给别人解决方案的时候呢，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怎么做？然后什么时候做？其实世界的人呢，rather than the empathic listener, the compassionate carer. And that's,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ose things. One will give power to the patient, or not the patient, the person who's sick, the other will disempower.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给予这个正在面对癌症的这个人患者呢，给他们这种力量。所以不要给他们太多的解决方案，先倾听他们的心声。要对他们的情感保持这个敏感度。然后他们其实知道自己的病情是如何，他们也不想多说。然后你们跟他彼此之间的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很好的关系。不要尝试说他们，哇，看起来真好。那一个病人呢，他如果他听到别人对他说，哇，你很好怎样，其实那是虚假的，很表面的，所以他们不喜欢的，因为那都不是事实。因为不要告诉他们说你感觉很好，你看起来很好，因为他们自己懂得呢，那个患者呢，他们懂得自己是一天一天的就是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Listen, I'm sorry to hear. I heard recently from so and so that you've had a health problem. So, I understand it might be something significant like cancer. 接触的方式，接触他们的方式，就是说可以非常温和的口吻问他们。最近我听到你说有一个听到收到了这个消息，说你生活当中有这个健康的挑战。你想要分享吗？因为通常呢，当他们被诊断有癌症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内心是非常焦虑，而且是有很多这种创伤的。所以当你尝试要去纠正呢，或者是去帮助他们的时候，那是很复杂的，那就让他们自由发展。Good 20 minutes to go. Yeah. So, have I spoken for that long? No. No, you can continue sharing. Yes. Okay. Yeah, that's fine. So it's there's no, as I was saying before at the beginning, there's no fixed or set way of making death and dying fit into a boxes where people go through this and this, and you can't list five different things to go through with five solutions to it. It's a human being i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at. 所以当别人就是其他人他们有被诊断自己患有癌症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能够好像说像以攻略的方式去帮助他们。当然，在当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情况。所以在当中呢，你必须要面对真实的自己。Which means it gives you a sense of being able to connect to a deeper part of yourself. That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能够联系你最深、最的自己的核心，那个就是你心灵的部分。那当然说 Dr. Roger 呢，他透过静坐的方式照顾好他自己的心情。
它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记住是我是一个永恒的个体，我是一个灵魂。所以有了这个灵性的基础的这个灵性的这个知识作为的这个基础，每一天的这个基础，所以以这样的方式呢，它就是保持这种平静平和或者是冷静，然后它就有这种平静感呢，能够怎么样，能够协调它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包括人事物，所以它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它自己。所以我们在内在的有一个灵性心灵灵性的我们呢，内在是平静祥宁静祥和，是有包有同情心，充满爱快乐的，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所以你也是花一些时间跟自己独处，然后体验你这个本质的话，然后那当然他毫不质疑的说 Dr. 毫不质疑的说，在这个三十年里边的那个静坐以及他的这个反思，已经可以跟他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这个空间，所以他不会在这种空间，他不会失去他的平衡。他 Dr. 今年是66岁，所以他有了这个黄道瑜伽知识，自从他有了这个黄道瑜伽知识，他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实习这一个呼吸的这个就是呼吸的这个疗养师。所以在 Sydney 呢，他有这个小小的诊所，有里边有这些设备，然后他有接见这些客户患有癌症的问题。其实他跟这些患者在一起的时候，他尝试去明白他们内心的世界。所以我就是 Dr. 他提供了一个空间，更多的时间就是要让这些病患者呢能够跟他倾诉他们内心的这一个世界，特别是当这些患者呢他们患有这种焦虑感啊，这些创伤啊，非常脆弱，悲伤，一切的这个负面情绪。所以当你看Dr. 分享说，当他们遇见这个病患的时候，他们一直在问他们很多问题，往往反而有些时候呢会让这个患者呢造成更多的困惑，因为越是问的话，越是能够挑起他们的这个内在的很多很多的创伤。当然在实行这个实际的实践这个灵性的这个心灵的部分呢，它是最好的这个决策，因为这个内在的本质呢能够与其他人都分享，它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正能量。他其实没有说尝试去给对方那个患者这个平静啊、宁静啊、快乐。当然，他在这个诊断的这个期间，或者是面对这个病患的时间呢，他只要感觉到自己非常舒适。当他舒适的时候，他创造这个环境就非常舒适，所以这个舒适的这个环境已经让对方释怀了。所以 Dr. 呢说他自己保持这种自然的境界，
然后不管对方是在面临死亡呢，还是有患有癌症，或者是在这个创就是这个遇到这个创伤的期间呢，他尽可能做的事情就是保持他自己的自然境界。他成为他自己，保持这种的自然的境界呢，他已经是帮助这个整个这个气氛疗愈一半了。所以他说他很喜欢 Daddy Guza。他喜欢 Daddy Guza 什么呢？就是当你在Daddy Guza 的同在的时候呢，你不觉得你是孤立的。你没有那种感觉，觉得说要尝试去喜悦他，你就是成为你自己的，就是那么自然的这个就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达迪古萨呢，他原本就是有这样的本质，就是能够很自然的跟自己独处。所以因为他的这个增波呢，都不会对别人有下什么定论这样子。所以当 Dr. Roger 跟他处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感到那种轻盈的感觉。Or even like the unconditional love of my child is unconditional because it's my child. It's not really unconditional love. It has some condition to it.So unconditional love is a pure spiritual state of being. 所以那个无条件的爱呢，是一个人纯洁的这个本质。所以那个纯洁的爱呢，无条件的爱呢，给你一个空间，能够让你自由发挥，然后让你变得心灵自由。然后当你有心灵自由的时候， 你有这个力量或者是勇气去面对外在的一切。所以你们就是Doctor 就是不需要讲的，对这些病患讲的太多，没有讲的太多话。There might not be very much longer left, but we're still hoping that things may work out. 所以他在这边，他在那个时候那个时段呢，竟然给他们这个安慰。I've known people to actually force people to face their death, and it's just like, you know, you think, oh, come on, no, it doesn't work like that. You know, yeah, I mean, perhaps it does work like that in relationship to that person's nature and personality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person who's dying. Maybe it does work out, but it's not my way. So my thought is, Dr. Rojo 的想法说，如果你要让别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你必须要非常微妙的，就是要很小心你的语言，因为你的语言呢可以带给人很多的安慰，但是也可以带给人别人 不快乐或者是痛苦。其实当我们懂，我们得知说我们将要失去我们的爱人或者是亲人的时候呢，最亲近的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内在会有很多这个很多的所谓的痛苦的。And I took him aside and he said to me, I cannot bear the thought of a world that my wife doesn't live in. And it made me realize that, that we do so much for ourselves, don't we? Like, he wanted her to live for himself because he couldn't bear the loss of the relationship. You know, I don't want to call that selfish. I guess it's an aspect of attachment and distress that he's going through at that time. So...It could happen to any of us. And none of us really know how we'll react until we're in that situation. So, 除非我们在面对那个情况，否则的话，我们不懂那个时候我们会怎样来面对整个状况。It's important that we go from a really self-accepting, deep
所以首先是我们得接受我们是一个灵，我是一个永恒的灵性，我只是暂时拥有这个身体，因为这个身体充满着自大的这个身体会死去，但是我的灵是永远不会死去的，不会是不朽的。所以当然说有两个世界咯，但一个人有他们有两种世界，一个世界是说对这个身体的执着跟依恋，然后这个身体是不肯放下这个身体，所以Dr. Roger 说其实对这个身体的这个自大必须要放弃掉，然后另外一个牵扯到我们的心灵的话，我们就是要代持那个灵意识的，所以这个灵意识的这个慧眼呢并没有依恋牵挂于这个身体，因为这个灵性的这个部分懂得它是一个灵性，是永恒的这个灵魂，永恒不朽的灵魂，所以是能够放弃掉这个身对身体的这个牵挂的。所以也许我们不能够放弃或者是不能够释怀呢，这个身体的这个执着也许更加的深刻。Dr. Roger的体验当中呢，他也是有看过那些个案呢，他们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没有任何基础，但是他们能够很宁静安息的这个离开。那么Dr. Roger 看到的就是观察到他们在生前呢是活，就是很有价值的活着，是拥有一个很平静的生活的。所以他们 被诊断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要诊断就是患上这个绝症的时候，时间不多的时候呢，他们会用面积极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想法去面对。所以呢，另外解说就是充满心有这灵性知识的人呢，都能够释怀，也能够很安息的这个离开这个世界。Someone as they get towards the end of their lives. But people tend to die a little bit as they've lived. So if you started to practice gratitude for your life, 所以当你开始对生活，你开始在生活当中实习感恩的话，感恩之心的话，那么你就会去感恩一切，感激一切，就是不管事情是怎么样发生，它是如何发生，它是怎么糟糕的话，但是你会有一个感恩的心，然后去接受它。然后当你能够接受的时候，你就会那种，你有那种容忍力，以至于你就会有更大的能量去面对。所以你开始接受释怀，然后很安息的这个离开这个身体。所以你跟你开始的就是慢慢的去在静坐的当中呢，你就会开始感觉到这个灵性的存在，而当这个灵性的存在，你就会去体验更广阔的这个宁静祥和。Or a family member, or whatever, as you do things naturally, there's a power to your spiritual practices that contains both the routines, the depth, and the longer and how long you've been practicing these things that they become personality traits. So you've changed. 所以你看，当我们在有这个灵性的道路上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练习这一些的，它会成为我们个性的一部分。
所以当我们长时间在练习这个，它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也成为我们的这个个性跟习惯。所以呢，从中呢，我就会摆脱来自各界各方面的这个，或者是病患给我的这一个负面的情感或者是情绪。我能够，就是 Dr. Roger 呢，他能够就是拥有，反之他拥有这个同情心或者是同理心。然后甚至时候他们失控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动作啊、语言都是很粗鲁的。所以当这些呢都不能够影响到 Dr. Roger， 就是因为他有实习或者是实习这个灵性的知识，然后再来他有静坐，帮他创造了这种空间。Brother, parent, child, whatever it is, you're true to the relationship. You don't believe they should talk about it, but you give them the chance to, the opportunity to. And if they do, it's great because they can unburden the trauma. And always remember that people do not grieve normal grieving where they recover from the loss.Until they've dealt with the trauma that was associated with it. So if the imagery around the loss of that person or the intensity of the attachment was such that he was so traumatized because I just lost a part of myself, or I'm so traumatized because of the lack of compassion shown by the doctors, or I'm so traumatized. 所以呢，当人遇到这种患上这种绝症的时候，他们会带他们生活当会有这种很多很多的创伤，有一些创伤是来自这个医生对他们的这个诊断，另外一种创伤就是他们来自自己，就是知道，就是得知自己已经时间不多了。You're getting waves of this dark place, this fist of. 所以在那段期间呢，会有那种一直有这种面对这种黑暗的所谓的黑暗的这种，好像无知、没有方向、无知，然后不晓得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的这种情景，一直体验到里边的这一个所谓的脆弱啦、悲伤啊。感谢达到那个生命中当中的这个威胁啊。Yes. Oh, thank you so much, Brother Roger, Dr. Roger, for sharing that deep insights. 主持人，谢谢Brother Roger 分享他的这个内在体，他的自己的体验。然后他在诊断说，他刚才在分享说，当这个患者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遇到这个他自己的绝症的时候呢，得知他的绝症，怎么样去关怀他们？Pain is around them where the family. 当然说，当一个病患呢，他能够接受他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状况的时候，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疼痛等等，我们要怎么样应对呢？所以当然这个患者的家属呢，他们都很混乱，就是特别是在情绪方面，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共识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情况。所以 Dr. Roger 经常会跟就是做的事情呢，就是他会先关怀那个家属，因为他家属的人成员呢，他们都会有各自都有不同的这个治疗方式，每个人都在提供更多的方式给这个病人，所以甚至有些什么他们进入这个冲突，然后进入说你我，然后就分叉怎样，所以他们所做的他们的范围呢，
他们就会先就是接近这个家属，因为整个家属的成员呢，就是帮助这个病人好起，就是康疗愈的部分。We'll be sitting down and going on and giving them exactly the extent of the disease and the illness, explaining why they've got symptoms in relationship to where the disease is known to be, and why the person has got the fatigue and loss of appetite, loss of energy, why the person doesn't want to eat anymore. And those types. 他就是会诊断，他就是诊断这些，为何那个病人没有胃口了。特别是说那些长期有患病的人呢，有慢性病的人呢，他们在这个口味方面会有很大的改变，就说他们可能会暂时性没有胃口，那么要他们解释说你需要养好自己的身体等等这些，然后也给他们特别就是给他们知道说在这个营养方面是相关重要的，然后在当中呢，也给他们提供一些资讯跟知识，关于这个身体的营养的知识。所以当然说这个患者呢，他不可否认他已经有这样的这个绝症了。那么最重要的是说，怎么样把他的身体养好、调理这样子。A good nurse, who's a good knowledgeable nurse, or the doctor involved who can explain what's going on. 当然，我们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医生，还有专业的营养学家来跟他们提供这方面的解释。But they'll stop fighting one another about what they should do this and you should do that. 而家人应该是说停止说自。就是自己判断说，哦，那个病患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吃什么，怎么样？所以最好的是能够询问这些顾问或者是专业人士。And then family will stop pressing the person to try to keep living, keep eating, keep doing whatever they have to do.And start to recognize that if I take them out, 所以那个家属呢，开始会慢慢的接受，会慢慢的明白。In the small environments of their home, where they know where everything is, and they feel more in control of things.所以有些时候呢，他们不会离开他们的舒适区，他们也认为说在这个家他们的这个范围里边他们感到非常的舒适。所以当然能够找到一个 palliative care 就是姑息的这个治疗师是相当是好的，因为他会给予提供这个关怀关心跟journey, whereby this is someone is asking a question on what is the process of dying. And 有个人在问说，这个死亡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How will we meet God after that? 我们之后呢是怎么样能够接近神呢？所以继 Dr. Roger 的这个体验 ，Dr. Roger 说 I think that the moments of dying is 所以当我在面临死亡的这一刻，那有些人呢，他们会失控，然后他们会有幻想症。
然后他们会提供这些药物让他们暂时舒缓。然后有些当他们在那个情况的时候，知道自己要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他们百般不愿意离开，所以在内在有百般的焦虑，就是百般的这个焦急。一方面他们得承认说自己的他们必须要离开这个身体了，所以对 Dr. Roger 来说呢，他是一个完全能够就是说完全能够释放自己的，然后解脱于这个身体的捆绑，或者解脱于这个身体的这个所有的创伤，是一种解脱。当然那些基督就是佛教徒呢，他们就是有这方面进入这些探索，然后还有这些研究，当人面临濒死之前呢，会有什么样的迹象出现，然后他们会去哪里，然后会到什么地，哪个空间去，哪个维度的空间，那个时候会做些什么，他们谈到这一个所谓生死轮回的这个道理。所以也是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催眠的过程呢，他们会被回溯过去，他们一生当中的过去，回溯过去的事情。And meeting God, 然后接见神呢？当我们离开这个身体，我们是否会不会遇见到神呢？当然。Dr. Roger 不肯提供这个答案，但是在我们还没离开这个身体之间呢，我们应该要去一见神，先一见神。The desire to hold on to the old body, but I'm on my way now, so it's too late. 所以那个濒临死亡的时候呢，一个人真的是有太多的这个恐惧，就是不肯离开这个身体，也不愿意放下的这个身体，也是很多执着的这个身体。那我们从这里离开之后要去哪里，才是真正我们需要明白的，需要知道的。Question. Hope Dr. Roger has responded to that question. And moving on, Brother Roger, have you ever encountered some of the most enlightening experience of your patients before they depart? Like, did they share anything? If it is possible for you to share here. 所以在这里就是询问Brother Roger 呢，就是说当一个人濒临死亡的时候呢。他透过他们能够看到他们表达些什么，所以 Dr. Roger 给他一个案子，给我们提供一个分享他的案子。有一个病人，他大约是50多岁。他是很喜欢喝酒的人，然后他的这一个肝就有问出问题了，所以他是没有任何家属，然后是一个孤独的人，就是一个人，然后他来到医院，他甚至他在走来就是来医生医院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很弱，因为他有了这个癌症，就是肝癌。所以他到了医院的时候呢，他就是喜欢一个人独处在那边，
如果说他不接受这些的话呢，为什么他要来到医院这里呢？然后他就想说，就是要这样子虚度一生，就虚度这几个月这样子。他也懂得他很快的就要离开了。那之后他被诊断有这个癌，肝癌的时候呢，他就回到自己的家里边，然后就独处这样子，孤独的一个人。所以呢，就医院就派了一些专业人士，然后去关怀，所以小罗就去到他的房间。那那么他的在房间里边呢，他的这个窗帘布是关着的，他就是这样子赖在那个床上。Doctor 靠近他，然后接受接下来想要说要怎么做，要说些什么。然后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剧本的，没有准备的剧本，就是非常当下的这个慰问。然后 Doctor Roger 就是给他的名字，给这位病患他的名字，然后他是说他来自哪里。然后他 Doctor 给他解释说，所以说你这样子太弱了，你应该进入医院，进去医院。所以当 Doctor 一路跟他解释这些的时候呢，所以他开始也把他的心里的话释放出来。然后当时 Doctor 看到这样的情况，就说这样子失去是非常糟糕的。所以 Doctor 瞬间停止下来。然后Doctor 就把他的手放在他的心口上。他说 Doctor 说我很感觉到很抱歉看到你如此病，但是我们没有方法让你更好，变得更好，但是我们就尽我们的所能帮助到你。我们会把你当成一个好朋友，像一个兄弟一样，然后把你带到医院去，然后确保说你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承受太大的这个创伤。所以当下呢，这个患者呢，他就是流眼泪了，然后那个患者呢就变得柔软下来了。所以这样子陆陆续续的，就是 Dr. Roger 去拜访他，然后用三天的时间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之后呢，他的这个态度完完全全改变了，他开始微笑，然后他允许这些这些护士看护他。然后他就说他非常感恩能够见到这位 doctor。 所以 doctor 就说你跟前几天看来就是完全已经不一样了，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就小小声对 doctor 说，When you were talking to meYou talked to me about palliative care. And afterwards, I was thinking about palliative care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I was thinking about my life over again and everything. So, you know, all the abuse that he'd done for his children, he'd abused. 所以他开始在释放他过去，就是开始倾诉他过去所做的事情，这位患者，他过去如何是糟蹋的他的家人等等的。然后 Dr. Joy Roger 在从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有觉悟之心了。
然后当一个人觉悟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释放了，已经没有关系了，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再没有什么相关了。所以这样的方式，那个人已经释放他内心的所有的这个焦虑，然后他的担忧，他的过去。所以当下他看到他这个人的那个患者的面孔呢，是非常释怀。从中呢 Doctor 发现呢，其实到我们最后一刻的就是那个领悟之心啊，有那个领悟能力。所以到最后 Dr. Roger 就是有这个见解说，其实我们一直就是不能够释怀的，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幻觉。那因为我们对这个身体有这个自大跟傲慢，于是我们创造了一系列的对这个身体的这个所有的幻觉，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释放自己，从这个牢中释放自己。Life as if it matters against them and against people. Stop using life as if it matters against people and start to think about what am I really for? I'm for peace, joy, happiness, bliss, relationship with myself, and knowing who I really am. 开始呢，去明白到说，在这个患者的最后一段呢，就是被灌输了这些知识，然后就说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接着随着自己的目的地要到哪里去，我真正是谁，其实这可是真正的这个觉悟跟唤醒了。所以他这种疗愈的方式呢，就是确实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这个患者当成是他的这个兄弟灵魂，全然的接受，以这种眼光，以这种视野跟见解来接受这个灵魂。所以在那本书呢，就是《爱的使命》呢，也有提到这一段。所以那个药师呢，就是 Brother Roger Cole 的他的同理心，站在别人的立场想。所以我相信那个患者呢是很舒适的、很安息的离开。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提问呢，我们在面对这个癌症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身体有病痛，或者是我们就是失去某个人呢，我们是否一直会让自己，我们能够为了要前进，然后我们必须要怎么释放过去的这一些创伤啊，那些悲伤啊等等。所以我们还是人，但是一定会有这些情绪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呢，我们内在有一个地方就是已经被疗愈了，而这个地方呢，就是内在我们纯洁的我们。如果你尝试要去压抑你自己的情绪的话，其实要压抑你的情绪的话，那个是导致你对一些事实不够确认，就是换句话说，你是很恐惧感，于是你一直在压抑你自己。但要明白说，我们内在的核心里边呢，有一个很纯真的我们。然后全然的去接受有情绪，与情绪本来原本就是我们的其中一部分。然后去接受我确实是真的不开心，或者确实我是真的很悲伤。但是当你接受的话呢，这个悲伤或者是创伤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去影响你的人格了。然后不要尝试去避免，然后处在这个当下全然的接受。所以因为你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的核心的部分，是积极的部分，纯真的部分，所以它是一个很自然的部分。So don't try to be forceful with your emotions.
不要尝试去压抑你自己的情绪，就是接受，然后很自然的让他们放开，那么你就会掌握你自己的思想跟你的情感了。所以换句No, there's nothing set or fixed. There's probably some, you know, there is a question of whether you should get some help or not, and not just keep on trying to help yourself all the time. In other words, is it worth seeing a counselor or a psychologist or someone? 所以你不要允许自己一直处在这种悲伤或者是创伤的这个情绪，当然你可以询问一些像一个心理学家呢，那些专业人士呢，能够帮助你从中释怀或者是释放你的情绪。In the background of that, a significant traumatic event in your life, including abuse as a child. Because what happens when we go through trauma and abuse? 当我们有创伤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被所以我们就当我们有创伤的时候呢，当我们有内在这种创伤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是无法怎么样的掌握自己了。但是首先我们必须懂得呢，一切事情不在我的掌握之内。所以那个尝试去掌握呢，只会让我呢一再而再而再的陷入这种最糟糕的情况。It's because it's got some kind of a tie into a really bad past experience, and you might need help with that because that's the trauma that needs to be sort of dealt with before you can properly, naturally accommodate, adjust, and move on with the. 所以在这个创伤里边呢，必须要从一个非常客观的方面去诊断，然后一步一步的让自己从中疗愈。那前阵子呢，有一个他们的肿瘤专家呢，他们的团队呢。所以认为说呢，当他们开始进入这个就是癌症者患者进行治疗的话，他们认为就是说能够掌握他的生活，他们一而再的给予提供不同的这个疗愈方式。所以另外一方面的就是在情绪方面的，你必须要对未来有这一个展望，然后有希望等等的。If they should allow themselves to feel sad and you know, emotions of pain and all that, which you responded, Brother Roger, beautifully, and so I hope our Brother Roger has responded to all the questions from the floor, and I have one also, that.You know, sometimes when it comes to illness or a terminal illness, 有些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个最的癌症的话呢，当然，就是那个照顾他们的这个患者的人呢，他们有就是会承受很大的这个压力。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提问说，当就是一个患者。那个患者的家属在照顾这个患者的时候呢，他们一定是承受很大的这个压力，对吧？然后 Dr. Roger 会给予什么建议呢？就是当在照顾这些患者的时候，同时他们能够还保持很稳定，很安静。有些 Doctor 说，有些时候，这些照顾的人呢，对患者太加以照顾了。
当然这个是我们当在照顾别人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本性啊，我们的 善意啊，这个给予照顾的人必须要做些什么呢？所以必须要变得非常的这个就是比较敏锐，然后不要因为这些情绪啊，然后被自己也被卷进里边了。然后如果你用自己这样子的方式对待每个人呢，不到几年后呢，当每个人一个一个离开的时候，你却是没有办法释怀。那个给予关怀或者给予照顾的人呢，必须要有很大的包容力，然后不要就停止不要受对方的一个病患的影响，同时也要这种有同理心，因为呢，你不用去就是你不用去像他们这样子去经历他们的每一段，你是出于爱心，出于爱心，那么那个结果呢，是他们得承担的。但是有些时候呢，这个照顾人给照顾的人想要就是去纠正一切，尝试的去过于的照顾那个患者，所以才会让自己卷入这些压抑的情况中。谢谢 Dr. Roger 的分享。当然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有了这个见解了，关于这个生与死的这个心灵指南。所以就是当我们此刻的时候，在生的时候呢，能够平静的这个活着呢，那当然我们离开的这个时候呢，也是能够很安息的。当然，所以帮助到我们很多。这个是这位主持人他的这一个获益，在这个堂课的里边获益。So that's really wonderful, and we thank you for that. And 谢谢 Dr. Roger, 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And I believe that it was much benefit to all of us. And 我相信说这堂课已经给我们带来很好的这个启发。所以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电子书还是 YouTube， 我们有更多的这一个课程在线上可以观察到，可以观赏到。谢谢 Dr. Roger 他本身的这个体验以及他的见解，谢谢。所以我们现在请 Dr. Roger 给我们一段引导词，静坐的引导词。Maybe the technical people can arrange. I hope so. I will just get back to them. It doesn't matter if we can't, but I haven't got any. 所以现在呢 ，Dr. Roger 给我们一段静坐的引导。Okay, no worries. Okay, 好。然后大家放松。Thank you once again, everybody. Okay, so just sit comfortably. 所以大家轻松的坐着。所以你们可以把视频都打开，然后。深呼吸，吐气，允许你自己
this moment now. 处在这个现在的，处在这个当下。Nothing that happened before this moment needs to be in your mind, and you can free yourself from thoughts and feelings about where you have to be and where you have to go.你可以放下任何的见解，说下一就是下一站你必须去哪里，然后让自己完完全全的、非常的平静的处在这个当下。开始有这种创造这个思想，却让这个平静成为一种体验。把那个焦点呢，转移到你的额头的正中央。这是我原来的本性，它也是我原本的这个形态。当这个世界还没开始创造之前呢，我已经存在了。一直以来，这些都是保持在我的本质上，从来没有改变。所以我拥有了这个灵性心灵，所以我开始在给予过去的这些所一系列所发生的事情新的定义。我内在创造了这个氛围，创造了一种态度，我的这个信念呢，在这一刻我放下了我过去的这个信念，对这个世界、对这个身体跟对这个身份的这个所以当我放下这一切的时候呢，人事物，我在人事物方面呢，我必须要放下，必须放弃，然后允许我内在的平静，我灵永恒的这个浮现出来。所以当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灵魂，我看到的是自己原本的本质，原来的本质。我发现到我越是能够平静地坐着呢，我越是能成为那个光，我越是能够变得充满爱和力量，我越是能够有这个包容的力量和顺应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呢，会在我的生活当中变成很真实的、很珍贵的、很实际的。在这个真理当中，我的原本的灵魂的这个本质拥有了它，我放弃我过去所知道的这个世界，我开始允许自己去扩展到这种平静的领域中，因为在这个平静中包含了真理，包含了快乐。我发现当我静静地坐着的时候呢，然后跟我独处的时候呢，那个虚假的世界慢慢地消失了，外在虚假的世界慢慢地消失，所以我拥有的这个真相呢，是真实的我，然后我不会牵挂于这些不实在的这个世界，
我与爱联系，我与爱跟世界联系，我爱我原本的自己，我知道我是纯洁的，我是诚实的，我明白我已经从这个旧世界失去了，从这个虚幻的世界失去了。Shanti, greetings of peace. Thank you so much, Brother Roger, once again, and thank you, everyone. 谢谢 Dr. Roger, 谢谢大家。我们下回再见。